他大男子主义特别严重，他就不能容忍我有应酬。就有一次大家就请在一起聚了一次餐，因为我很担心他多疑，所以我特地把他带着的。那天应该都是我们当地还是有头有脸的人，他当时就是看全是男的，当时脸就搭下来了。有一个认识他，知道他不能喝酒，喝酒的时候人家就劝他你少喝点，他当时就弄得很难堪，看样你跟我们周总单独交流的还不少，说跟你啊，对，就拼跟人家拼命。有这种现象，为什么？我的概念比他保守，他跟男性我心里不会舒服。所以那天饭桌上你的表现其实是因为心里在生气。生气，他老子概念里面女人出去做事都是靠非正常手段出去做事的，出去除了男人就是女人，这个我没法避免。他想什么样的，我要是小鸟依人，甚至回来跪倒围着他转，哪怕错了你听我的，你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我做不到。可能一开始他看我做事这种果断，在女人当中有点男人的这种豪爽大度吸引了他，但是做成他老婆了就不是这样的。是的，做事很大气很有魄力就欣赏这个人，做老婆不行。做成功了每个人都喜欢，你做来做去恩不成功谁会喜欢。为什么我会跟他两人有这层关系，走到一起我总认为到叫强强联手，互惠互利，很简单。那个时候你是以老婆的标准在看待这个女人，还是以一个比如说合作伙伴的标准？合作伙伴，不是在挑老婆。没有，因为我们在市场外面做了个独立面，我拿了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他拿一个商场，商场要超过市场，我认为是一种提升版。所以在你看来后面这几年的生活，从强强联手没能达到那种强的生活，反而变成了现在困难重重的生活，而强强成了你们最大的问题。对，我如梦初醒，我认为是冲着奔着感情来的。他当初是奔着强强联手带有功利性的跟生意挂钩的，这是我接受不了的。你当初感受到的感情的那个成分指的是什么？他对我好，可以说24小时嘘寒问暖的，哪里有好吃的打包都打到我办公室里面，早晨早点都买好，在追的那段时间是言听计从。如果你把我们俩的关系当成是互惠互利，那么是我今天才明白你当初为什么要跟我走到一起。我这样的一个人，你这种不屑一顾的样子干嘛你要跟着我，我们干嘛在一起啊？你自己知道。哦，哦，侮辱人还有一套，这句话好像不符合逻辑。强强联手，互惠互利，当这两个成语从丈夫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杨女士一下子愣住了。她无法接受自己一直以为充满爱情成分的婚姻竟然是和经济利益直接挂钩，这让她大感失望。我希望哪怕我们俩没有在一起的可能了，相互给对方一个交代，给我一个道歉。今天来带着分歧来的，我们仅仅是要一个道歉吗？除非我100%错，我跟道歉。李先生拒绝给妻子道歉，因为他始终揪住一点，在这段婚姻中他并没有犯下100%的错。面对执拗的李先生，观察员们觉得应该和他好好谈谈，他和妻子隔阂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婚姻中是否真的要用对错来作为评判问题的标准。在场上刚刚你做了一个很有担当的行为，就是分责任，你认为你把99%的责任分到了自己身上，只拿1%的责任划到妻子身上，这个行为看上去挺担当的。但是实话实说，那一刻你也不是在坦然面对。是多少比例不重要，
我们更要做的首先是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真正化的那个责任里面去反思自己，让我的明天的我可以不用再犯同样的错误，可以变得更好。可是你虽然说是99在你身上，可实际上在你的内心深处，你是在把99的责任都归结在你妻子身上。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没有一丁点的在这里面哪怕是1%的反思行为，你是把99%的这种怨气用各种形式施加到了他身上。我知道你的初衷，非常希望这个家庭兴旺发达，很好，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你并不是希望你和这个你心爱的女人组成的这个家兴旺发达，而是希望你通过你自己的一个有目的的选择，让你自己的人生兴旺发达。所以一旦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一旦这个目标似乎遥远的时候，它和你之间是脱离的，你呈现出来的状态不是一个家人一个丈夫应该呈现的样子。不管你有多充分的理由，这一刻你丈夫唯一的责任就是应该来告诉他，老婆没关系，错了就错了，回头我们再来，有我呢。我谈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男方你的这种酗酒和酗酒后的家暴各种极端行为已经威胁到了他人的生命安全，是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和警告的。像你刚才所说的，你喝醉了酒打宾馆东西砸了超过5000块钱，这构成故意毁坏物品罪。第二，如果你酗酒后的家暴造成了对方的精神失常的话，你构成了过失伤害罪。像男方这种行为，我们国家立法对受害方有明确的保护，可以立即向当地所在法院申请紧急保护令。我觉得你们的婚姻问题出现在哪里？你们的基础不完全是那种纯真的感情，是带有生意人的目的。这不能说有什么错，但是一旦失败了、失利了、掌控不了了，可能心里就会出问题。前面的强强联手，到最后没有实现强强的目标，失衡了。男方酗酒，这是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极大的一个心理问题。女方过去应当说是成功过、风光过，男方也不能说就因为某个人女方就栽了。我觉得这都是片面的说问题，对吧？应该说确实是很多原因，比如说投资一个大市场，原来可以赚多少多少钱，现在可能投下去可能就很难收回来，很难掌控这个市场，很多利益你们自己已经把控不了了，平衡不了了，必须面对现实，收拾残局。今后有希望也好，有能力也好，重新规划。至于你们今后能否在一起，男方是否能否戒酒啊，我觉得真的不要再去循环这些故事了，没意义了。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结晶吧，这个孩子应当说是你们共同当年的相互爱慕、相互欣赏，最后接下来的果实应当继续要关注关爱他。在老师们看来，夫妻俩闹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根本原因就在于两人结合的初衷，本想携手把事业做大做强，却都想着做主，互不相让，最终弄得两败俱伤。李先生借酒来宣泄自己压抑的情绪，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不快乐的同时也给身边的人带来了伤害。此时调解员胡建云也想好好劝劝李先生，希望他能够冷静看待目前的问题，走出婚姻困局。